一切都始于那缕袅袅炊烟，无论你走多远，世界变化多快，总有一条路指引你回家。我叫大米，美食是我第一语言。我们以前的那个吃苦，你要学一下吗？哦，我将开启一趟冒险旅程，前往古老传统的中国，寻找家常美味大师。筷子，筷子，动作要快。哦，动作要快。哎，妈妈，小猪会搞吗？啊，那么嘛，好吃。我听了，我不好吃。要等的时间长才好吃。就是，看起来是很容易，做起来是很麻烦。美食是世界的语言吧？我是没读书过，我爸爸妈妈没有钱，没有办法，我要跟着他们支持，他们学什么的我支持。那是建议起的，建成立的，这是一家人是必须的呗。每天晚上别人睡觉了，我们要起来。有他们在，这个家才完整。大姐，苦气也好，学也好，为了你喜欢的儿子儿媳，随着一起搬过来增长据点。守着灶台火苗，燃起儿时记忆，温暖我们的胃。他就是奶奶。